Thank you.
MacOS 內置一個叫做旁白嘅熒幕閱讀器。如果你已經知道點樣用旁白，請立即按下 Command 同 F5 鍵嚟開啟旁白同設定 Mac。如果你想了解點樣用旁白嚟設定 Mac， 請按下 Escape 鍵。四四八，四四二。